我是207团长，刚好我们两个搭乘大众运输来到南港，要来投球游。我们要先去挑战奇乐多的飓风篮球机，再去卡通尼乐园挑战摇滚投篮机。Thank you.
小心。现场来宾您好，欢迎来到奇乐多。现在我们即将举行快闪的篮球比赛，那我们的参赛者总共会有十名。那我准备三枚代币，那投完先不要按拍手。
好，那我们统一按右边的开始键，然后按照照片拍完之后先停下来一下。好，那麻烦帮我按一下左边的选择到春节模式。按左边的选择，再按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选择春节模式，直接按右边的开始键，就直接开始比赛。
到喜乐多到最后也会办一场快闪投篮机比赛，是比春节模式的。结果我不知不觉赢过170，我们还去卡通米乐园挑战摇滚篮球机，总共五关，我们两个接力过1300多分，下来要搭乘文湖线捷运去大直 ATT 挑战新款的篮球机，下集待续。